凯米台风为嘉义带来狂风暴雨，画面中巴掌溪的溪水相当湍急，往军辉桥下望，巴掌溪水量惊人，从山区汇入的水量已经超过巴掌溪能够负荷的程度。嘉义县水上乡美上美社区水门深夜进行抽水，水上乡巴掌溪堤防从永清桥至柳兴美上美沿线，巴掌溪渭水已经高过堤防，溪水不断涌入到堤防内，已经造成多处淹水，包含内溪洲防汛道路、嘉义三线成功大桥、县道168通河大桥、县道165赤兰溪桥以及嘉175中和交流道永清二号桥，部分桥梁与道路都因此封闭。至于巴掌溪一堤倒灌区域，则在永清桥民生村一处驾训班、内溪防汛道路、柳兴美上美至红池以及南河村，提醒当地居民台风天不要随意外出，注意自身安全。东森新闻嘉义报道。